行政院长苏贞昌，他今天是进行了3+11的补充报告，然后针对疫情爆发导致国人死亡道歉。不过呢，苏贞昌他是强调说，其实这没有证据来证明3+11是疫情的破口。然后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说，3+11和800条的人命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请教市长，认为3+11和800条的人命之间有关联吗？新冠肺炎病毒哦，它是一个病毒的。它也不会从外太空哦，直接掉到双北地区，你知道哈？啊，其实的话来讲哦，其实台湾人足古意的哦，你小可甲大家安慰一下吼，或者是咧，台湾才接受。啊，改吼400-800人哦，你搁叫台独，你知道？傲慢呢？你这学大啊，我来讲，你若安尼后摆大家无说，甲叫你加讲，你都即款人咯嘛？你就是这种人，何必再跟你多讲什么？